G2 成功让二追三，上单在线艺术操作 ，Caps 走位让老板膜拜。英雄联盟夏季赛已经来到最后的收尾阶段了，各大赛区都已经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巅峰对决。在最近的时间里 ，LOL 的观众们可以说是过足了眼瘾。不久前 EU 赛区就迎来了 G2 和 FNC 战队的一场重量级对决，在这场比赛中 G2 战队成功让二追三，拿下了比赛的最终胜利。且不论这场比赛的质量如何，但论精彩程度而言，这场比赛的确堪称是近期最佳了。下面就让我们来认真回顾一下这场 EU 赛区巅峰对决吧。 G2 上单 Wonder 的这波操作可以说实在是太亮眼了，就连当时的导播都连续给了两次回放。然而这波操作结束后， G2 的中单 Kaz 可能就有点不开心了，毕竟自己才是 G2 唯一真神啊，怎么能被其他人抢了风头呢？然后在游戏时间12分钟的时候， Caps 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波走位秀。在对方打野酒桶来绕后越塔的时候，残血的 Caps 先走位躲掉了酒桶的大招，接着又躲掉飞机的 Q 技能和两大 R 技能，成功反杀飞机。当时坐在后台观看直播的 G2 老板直接双手举起连连膜拜，可以说是非常真实了。